洛叔，你醒醒！洛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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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洛叔，洛叔，洛叔，洛叔。 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想接一下大一班的乐乐。您是？我是他的钢琴老师，他妈妈叫我来接他。嗯，好。小张，帮我把乐乐叫来。乐乐，二姨妈，乐乐，爷爷是。乐乐，你妈妈叫我把你接到琴行去，她一会儿去那儿接你。妈妈是不是又喝醉了？ 那孩子就交给您了。乐乐，跟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谢谢您。乐乐，看，芝士蛋糕喜欢吗？喜欢，我要吃好多。我们上车吃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多吃一点。好了，嗯，快来，小心啊。 打通了吗？ 关机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动手。找着了吗？没有。手机整个都找遍了。哪儿都找了，全都没有。还打不通。浩浩也关机了。不应该呀。 后手机应该是24小时都开机的，队长走之前去哪儿了？问巡视。调集录我看看。哎，秦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接乐乐。乐乐已经被接走了，你没见到他吗？接走了，被谁接走了？乐乐叫他袁老师，说是教他弹钢琴的。 不是说你有事儿来不了，就让他把孩子接走吗？哦，谢谢啊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 什么情况？多少？会不会是骆队把云浩藏起来了？你别瞎猜。如果真是浩浩杀了周游，那老骆肯定第一时间就把人带局里来了。那我们现在，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，先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我们给他点时间，我相信他能自己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 乐乐，嗯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是小熊。陪他玩一会儿好吗？嗯。老师还想给你听一首特别好听的音乐。来，嗯。
乔小姐，喂，我是袁瑞彤。啊，袁老师啊，陆松在我这儿，队长在您那儿啊。走，找着了，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。这什么情况？这，袁老师，您方便让我们队长接一下电话吗？他现在恐怕不太方便。怎么了？ 是他那病，他的病没事儿，我刚给他买了药。那就好，谢谢你啊，袁老师。不用谢，我打电话是要说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周游是我杀的，你们可以放了高川。什么意思啊，袁老师？这个不能开玩笑啊。怎么了？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？您为什么这么做？不用问为什么，你们只需要知道现在洛松、云浩、乐乐都在我手上，只要他们没事儿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你想干什么？叫高川联系我，我会告诉他我想要什么的。 喂，小张，乐乐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你不是去见他了吗？没事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先这样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 房中心说了，一个叫秦红艳的女人，她的女儿被一个钢琴老师带走了。这么说，袁老师说的都是真的了？那都会被有危险啊！现在关键是要知道老洛在哪。对，我知道他的琴行在哪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他。哎，站着！你慌什么呀？那袁瑞彤又不是傻子，要真是他干的话，他会把老洛藏在琴行吗？钱钱。 不会死这儿吧？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元浩，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你。当初我真应该听高川。当时有那么多不利的证据，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师父。但是我……陆松，你跟我说吧。 我都明白，我从来就没恨过你，真的。你送我的放大镜，我都一直装在身上。
是啊，这是哪儿？这是我们做游戏的地方了，姥姥。做游戏？对，杨老师想跟你做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抓坏蛋的游戏。我们两个演坏蛋，让他们来抓我们。我妈妈也会来吗？你妈妈当然会来，你高叔叔也会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，但是我好困。那你先睡一会儿。嗯。乐乐只是睡着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洛松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谁也不想这样。还有云浩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要不是你撞见我不会带你来这儿。所以不管是为了云浩还是乐乐，你都应该按我说的做，对吧？童姐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样做怎么跟佳佳交代？我替佳佳报仇就是给她最好的交代。卓凯的死跟你也有关系？这是他一定要付出的代价。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乐乐他这么小，你带他过来干什么？因为他来了，高川就一定会来。袁瑞同啥的作用？是亲口承认的。不用，我有点糊涂了啊。袁瑞同啥作用？他为什么要杀周瑶？他也贩毒？跟毒品没关系，跟你有关系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他资料，五年前的那起车祸他也在。当年你开车去追刘伟，路上撞了一辆小轿车，车上有对母女，后来那个母亲呢不治身亡，而那个女儿就是袁瑞彤。就是他。我们也是后来根据你的调查才知道周游才是这个车祸背后的主使，所以我们猜测袁瑞彤杀周游其实就是为了给他母亲报仇。那我就是他下一个目标了。没错，他要见你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让我出去啊！这不合规矩。老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犹犹豫豫的？现在只有我给你们当回点子，才能把洛松救回来。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。懂。其实咱们三个五年前就见过了。你师父被推出急救室的时候，我也在。很抱歉通知你，病人陈风华因抢救无效临床死亡。是旁边是有一个伤者，是死者。因为那场车祸，我妈妈死了。肇事者高川只被判了五年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游。
两个必须死。那王丹玲呢？当时救护车被一辆追尾的车堵住了。对不起，如果能早点送到医院，你母亲应该还有希望。我妈妈错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。可就算你把他们都杀了，你妈妈也不可能再活过来啊。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用了5年的时间想要忘记一切，重新开始。但是佳佳的死让我明白，不是所有罪恶都能受到惩罚的。我不想再欺骗我自己了，我等不了你的正义了。对不起。一会儿跟袁儿童接触的时候，尽量别激怒他。我会跟着你，然后呢，但是咱们得确定好老罗位置之后，咱一块儿行动。放心吧，这些我都懂。川哥，我们在你身上装了2枚核弹攻击器，随时联系。川哥，用这个手机跟袁儿童联系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罗松，随便听。罗松，姐，罗松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。洛洛被袁老师带走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没事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。真的？真的。放心吧，洛洛不会有事的，这不有我吗？嗯，川儿。我是高川，他们都在你身边吧？对啊，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到琴行，就你一个人。然后呢？等你到了琴行，我会跟你联系。哎，琴，知道了吗？时间太短，没跟上。出发吧，你们别跟太紧了。你俩在家继续追袁儿童位置，你走，等我消息。你自己进去，别耍花样。那有监控，我能看得到。转一圈，把你耳朵里的东西拿掉。把你的所有东西都扔进吧台后面的烤箱。
把后面跟着的人甩了，到清河东区老影剧院从侧门进来，晚了你后果自负。别拿手机，夏立刚。给我高川位置。高川的信号消失了。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，你是怎么知道周游就是当年那场车祸的幕后主谋？因为这就是报应。怎么就跟丢了呢？哥应该是故意躲起来了。这都什么情况？你调调看。你们不是警察吗？想想办法。天华，查主要街道的监控，看有没有川哥。要一个人死才能平息你的愤怒，你杀了我吧。乐乐和云浩都是无辜的，你让他们走。我的剧本里没有这个情节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我死的时候，我们的相遇就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姐夫，乐乐，乐乐现在是睡着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别动！看到没有，乐乐现在手里抱着的是炸弹。如果你再动，我就摁下去。哎呀，来不及了。得再想想其他办法啊！上次乐乐走丢了，我给他买了一个手表，手表带定位的。东区影剧院，他在东区影剧院。联系特警大队，让他们带人过来，走。现在已经来了，把他们放了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？知道，你布那么大一个局，无非是想让我为你母亲偿命。
那件事情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跟他们都没有关系，你不要为难他们。你来了，我就不会为难任何人。杨雨桐，你说这是你第一次登台演奏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俩彼此真正走近的地方。你说这个舞台上留下的都是温暖和美好，我记得。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，那我的结局可能就注定无法成为演奏者。人群深处的孤独，你说过的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一名嫌疑人挟持了三名人质，有一个小孩，但是里边具体的环境我们还不清楚，需要你们摸排一下啊。现在里边什么情况？目标手里有枪，正对着高川，落队和另外一名男子被绑在舞台上，小孩的位置暂时看不到。已经向上级请示了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。开枪！有脸干嘛呢？你冷静点，疼吗？你冷静。是坏人，怎么没有人抓我啊？高川叔叔什么时候回来啊？
等乐乐长到这么高，他就回来了。那我要多吃一点。好，今天吃两碗饭。吃三碗饭。好，三碗饭。秦阳姐，有东西要送给乐乐。袁老师的钢琴。袁老师说把他的钢琴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好好保管。真的？袁老师呢？他挺好的，只是以后可能没机会教你弹琴。大不中留啊，多少封了？给他爹来过一封吗？哎呦，这酸劲儿的，乐乐不刚来看过你吗？哎呀，也就是这孙女儿还惦记着我。三哥，你说咱要是出去的话，你该喊我爹了吧？哎，占我便宜不行啊！哎呦，谁占谁的便宜了？我这么大的闺女都被你拐走了，你这便宜占大发了吧？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是你们父女俩合伙给我下的一套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得了便宜卖乖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谢谢兄弟啊！哎，这么着，回头你叫上弟妹，我请你们吃饭，咱喝点行吗？好嘞，拜拜。哎，成了。豆婶是谁呀？我跟你说，这小杨在监狱管事之前跟我实习了一年，你别说放首曲子了，只要是不违反规定，你搞个联欢晚会都不是问题。陆队，干嘛呀？哎，陆队呢？干嘛又回去不了了？哎呀，有个专家，我导师的同学。他有办法治好队长的病。哎呦，真的？真的。陆队呢？嗯，去监狱了。这么说，袁老师怕了？怕了。你提的事儿脑都跟我说了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谢谢吧。他还有会见的机会，要不要见一下？不用了。Thank you.
见个面，选这个地方，拍电影呢。你现在的身份还是谨慎点好。确定后面没有尾巴？过节啊，大哥，毒贩也有家庭聚会的。说正事。没什么进展，一直没把我当身边人。还是老样子，当当骡子，开开车，运运散货。总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。我跟师傅商量过了，下次你再送货的时候，我们安排一次抓捕。你进去待上几个月，可能他们对你的信任会大一些。哎，你们是真不嫌我案底多呀。负责这次行动的是新来的同事，叫李东。你出手的时候注意点分寸，别像上次对老窦似的，打的人两根肋骨，让人在床上躺了大半年。这做戏得做全套嘛，刀口舔血的事儿，川本帮谁负责呀？要不这回换你抓我啊？我怕你打不过我。换一次身份，留几次案底，再换个身份，又留几次案底，这他妈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只要记住你是个警察就行了。警察？你见过这样的警察呀？警察不是身上那件衣服，是心中的信念。嗯，好好好，这大过节的就别为我喝鸡汤了啊！求你了。你看见那个灯塔了吗？只要它亮着，江面再黑，船只再多，都不会迷失方向。师傅，就是那个灯塔。过节了，师傅说，这个带给你。深深渐渐淹没。